年纪轻轻月入3200是什么梗？你见过炫家里有矿的，你见过炫金链子炫手表的，但你见过炫自己月工资达到3200的吗？来看看这位老哥，人家活生生把月入3200炫出了月入32万的气势。我年纪轻轻工资就达到了3200一个月，直接走到包子店门口跟老板说，把你们店最贵的包子给我来三个，牛肉包哦，3块钱一个。这时候我就觉得老板有点不对劲，我明显看到老板的眼神里有仇富的情绪在。好家伙，看来钱多钱少不重要，人家玩的就是自信啊！像这种奇人真的想不火都难。于是网友开始纷纷效仿年纪轻轻月入3200这种文体，鬼畜大神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新玩具。强者总是超能嫉妒，要记住年轻人一定要有技术，技术嫉妒就好比今天早上吃饭加个卤蛋，我当着老板的面给了他一碗，他瞬间破防，年要做我的一碗。所以年轻人有钱是真的好，当你买东西不看价格的时候，你已经成功了，加油。好了，记得点个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